看我怎么吸的，看好，看好福哥是如何一打五。只要没有这种畜生，我不懂怎么输。这种钻三钻二的，我随便想赢基本随便赢。只要我认真对待一击，想赢基本不可能输。来支持的兄弟，把我当个人的，在屏幕上打出个加油啊！如果你把我当个人，请在屏幕上打出一个加油。如果你把我当个人，那请你在屏幕上打出一个加油。一起。没开脚本，没开脚本，现在还有声音吗？没有了吧。表蜜蜂局啊！呜、哦，大招兄弟，撑住，撑住，撑住！去多点，去想去杀石头的。他妈 W 闪吗？呜、哦，好难受啊，难受啊！死不死？我就问你死不死？韩行啊，韩行，韩行，以格不亏不亏，韩行吧，韩行吧，也不亏啊，也不亏，韩行啊，兄弟能住过野吗？住住这也行，韩行啊，这波虽然我死了，对面死两个，我觉得不亏的，死一个我对面死两个还可以吗？下次要来拿下核心啊，能跨过来吗？一个直接交出，不神奇。他刚出门就过来了，把头埋低，可能要再傻屌去吃大核心。黑暗雄哥的前提就是打不过征服者，知道吗？你等我起来一下，看我打不打赢他。黑暗雄哥的前提就是拼不过那个征服者的瞎子，就是打不赢。好运吗？呜、哦，撑住，撑住，兄弟！瞎子要来了。穿姜子穿姜子他妈穿，如果觉得穿请你刷个穿谢谢，如果你觉得文哥穿我请你刷个穿好吗？大家如果觉得穿刷个穿啊，这样子不穿试试我吧。来来，我可没有挂，为什么下载还叫武器啊？一多久能打别怕，兄弟不要怂啊，不要拿呀。
放松，伙计。好像管不了你了，师尊。好像管不了你，不是故意卖你，因为我过去我要死。如果但凡能杀一个，我都不会卖你。我死的话，但凡能杀到换掉这边，我都会要杀。想到好主意了吗？那过去要被双杀了，说实话，那只要杀能杀对面一个，我早就上了，我会不上了。但凡杀一个我都上了，那他妈一个杀不了，过去多送一个是吧？我操！真敢跟来杀我，把我当小丑，把我当路痴。把我当弱智是吗？真敢踢上来啊！有点像小戴操作大瞎子，玩下路的突然玩瞎子，有点像小戴啊。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感觉有点像小戴，因为他不是玩打野的，操作可以的。感觉他操作可以的，不是菜逼，有操作的瞎子。有操作的下场，他上半野去刷了，可以去上半野去了。有没有兄弟想看中单啊？今晚好像没怎么玩中单，想搞把中单。放大放大，兄弟，放大。不管了，我去把他。让我再想，看到没有？我真的想赢，随便赢的，只要我想，那不可能是走运吗？野区，为什么这瞎子等级这么高？我没看懂啊，他七级，我他妈刷这么多的野，跟他一样的等级啊。野仔他妈等级有这么高的吗？不懂怎么升级的，他妈七级的。放松，伙计。跟本野一一样的等级。刷也会换一点。如果下次没有回春出青铜，我就先不回了，可以先不回了。压两级，压两级。九级他七级，压两级。中期拿也升级很快的，打到中期升级就是拿了。杀绝！我建议去控潮虫啊，我的建议。一个潮虫的经验多还是一个河蟹的？我打掉三只潮虫的经验多还是一个河蟹的？没有兄弟，太让我挠痒痒。对面两条虫，没
没有野区的枪。又没了，估计上永远压你两级，上半野区又没了，刷上去还能遇啊。呜、哦，上野上。妈他动了一下，有没有大？呜、哦，确实有大。我差点先出装。我想出双鞋子，说说，那确实差点钱啊。怎么说？那是不是差点钱？我是不是出双鞋子？那我不出鞋子是吧？不让文哥出鞋子，不让文哥出鞋子，我差点钱，确实差点钱出鞋子，不让文哥出鞋子是吧？这能五十，那是不是差点钱做鞋子？我有个鞋子和没有鞋子，等于说大节奏的，说变成这样直接来个大节奏的。很关键啊，这个终极鞋子很关键。今晚最后一个抽号，给大家开抽号，最后一个抽号。稍等一下，觉得走运吗？抽号基本随便赢，这个号之前六连胜上吧，碰到那种故意输的人啊，故意搞输游戏的，之前这个号是赚三。打了600 MVP 连胜，最后一个头号基本上有想让韩服王者世界第一男枪国服第一枪上你号打的可以参与一下，可以参与一下，最后一个头号，最后一个上马碰那种故意让你输的，故意输游戏的，不让你赢的，没办法。然后之前是六连胜，呜、哦、他妈你赢了，觉得串了串了串，觉得上上个船就是王者实力。这把他妈没有这种故意让你输搞事情的，我不懂这把怎么输。上把他妈这个野仔瞎子一直跟着老子走，搞事情。这把是没有搞事情，我不懂怎么输。一定赢。随便吸，随便吸，我不懂怎么输。兄弟，去看一下。最后一个抽号啊，今晚上有想参与的可以。支持一下卡卡粉丝牌，试试我吧。昨天那个300多分的号排的太久，就现在只开大师一下了，不是打不过。地区任何分段，除了艾欧尼亚其他区，都是大师一下，不然排的慢。直接交成，不给机会。我感觉可以先打先锋，打先锋量好十二塔，一千的经济，这个先锋就是一千的经济。买币，打掉好推二塔，好推二塔，知道吗？打掉就行，推二塔。因为吃个塔上高地趁乱吃塔的吗？怎么下路杀到这边来呀、啊？怎么回来？我下路杀到这边不来，二塔有，这不是要控这条龙啊？有没有懂？你在玩什么呢？僵尸左脚旧账
准备超神了。今晚最后一个抽炮啊，最慢的话明天打，明天下播天打，可能等一下就打，看你什么情况，快的话你动作完明天打。好像不用放心，准备三条的话不看了。其实他那三条动态赢不了，因为那瞎子等级什么都烂掉了，他那三条动也没有用。你控那经济，你打团始终打不过，马上大龙逼团结束游戏，不要往后拖、啊。对面三条龙，不会大龙逼团，步数结束，看你什么。你三条龙掉，你拿龙魂都赢不了。这是我理解，你拿龙魂都赢不了，没有用。马上刷大龙啊！给你龙魂，我优势大，你也赢不了。只要我起来的。压三级半。试试我吧。我掉。兄弟，不让我开大，不让我开大。我野区全在的，我五十吧，应该是六六六六，五元就我这边。不要贪野怪，贪野怪杀不了人，我不贪野怪能杀，刚才放大的小法早就死了。让队友刷也行了，他出来真的没有野怪，这怎么玩的？对面打野他妈出来没有野怪，他只能吃线，他不吃线就挂机，他只能吃线或者挂机啊，他没有野怪刷玩不了、啊。马上去上面去找。佛是野区我不刷就刷你，看怎么打。给你抢到一个成绩，这个你就没有成绩了，你这个抢不掉啊。这波你有成绩吗？姜子棋啊，姜子棋啊，野仔，一个一个，怎么说？觉得强的扣六，觉得是菜逼是脑残的打一。今晚最后一个抽号啊，最后三分钟啊，有想参与抽号兄弟可以参与一下，最后三分钟，最后一个抽号啊，今晚上，不包输也不包赢，但是绝对认真打，基本都是赢的。我这实力最小王者实力、啊。最后一个头号，有想看韩王者打的话可以参与一下。吃个蓝马。要不下把打马中断怎么样？有没有想看中路的？要不下把打马中断怎么样？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封锁打马，哦，大没事。你也能跑掉，你能跑掉。躲掉，躲掉！
为什么打野能压这么多的等级有没有懂的？我他妈也前面都没吃到线呢，估计能压这么多等级。能不能教我玩一下如意那么强啊？An enemy has been slain.拿下！拿下！拿下！怎么说是吧？